子航，你有想买什么吗？就萨达，没有特价，只有自梦岛会特价。智梦岛也可以玩啊。啊，我对自梦岛还好。我在这里。超蓄力，哇，音乐都变了。不要动哦！去找面镜龙吧！哇塞，走起！你在笑我吗？对，九喽，我直接在梯度上嘞。哎，捡足迹，直走，直走，冲啊，直走！是啊，我想慢慢捡足迹。他不告诉我足迹在哪了。嗯，这边有一个了，我要足迹。我看到他了，我直接撞了，好。他下去了，哇，那个也太恐怖了吧，效果，还好啦，看习惯就觉得还好。撞啦，撞。为什么是飞到这里？对啊，不是打头吗？我们抓的是另外一片翅膀。这种抓不可以抓头小气巴拉被发现被。太大了，太高了。哇，我觉得他这只还比较多。因为怕死，全部点的回家玉。哇，真的假的？灭龙石打一下一百多，还是我看错？哦，不是啦，爆炸效果，sorry。然后灭龙石好猛哦，以后要拿灭龙石。对不起，给你吃核桃，我走我走。姚一曼，这很好笑哎。没事没事。吃核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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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吃一次。黄玉，黄脸，黄脸。哦呦呦，这招！他不让我，还是我来。可是我来就不能补龙。我来了。好，那边是假的。哦，好好，吓死我了。他给我转头啊，我也吓到。啊。怎么？我抓尾巴就抓到的翅膀是怎么回事？超奇怪啊，翅膀是不是有个空气墙在？是落不到头哎，傻眼！吃核桃，还不给你落？吃核桃，吃核桃。我是要闯的。浅浅的玩具是不玩完了啊？你叫啊！有了，终于破了。好，他软化了。
哎呀，这里可以中啊！我撕裂了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哎呀！这融化死之后，还是没看到粉尘杀出来。我来啦！没有人带。有啦 ，Nice 一定会带啊。有啊，可能刚来不及。手放在口袋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。感谢奶师。我来了。没有用的不是来了，我以后不进去了。哇靠！我的野伤。不是啊，而且刚刚他那样子打我，我怎么可能打得到？干嘛？没看过姚一曼啊？王爷，没看过这么快的姚一曼啊？啊！他脸超难抓的哎，还可以撞啊！我知道啊，刚刚就说谎言啊，你是不是不听人讲话啊？我现在很努力的闪，加的。你也不用闪啊。啊。先开大。开撞。表演。转化。又是在头部。哦，你好凶哦。不是啊，已经第四次了。你知道这垃圾判定啊。又来了又来了。现在换翅膀了。哎，点了两次哎。太凶了。没有，那个是小大，哎，这个是大，真的是大招。还歪掉，是吧？跟着撞一次，没有，他是要走了，这只是累而已。那七成了，好了，不让他走，我磨个刀，不，你回头，吊笼子在后面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回去。哎，打了，好，不错了。嗨哟！我可以隔着隔壁舞吧，舞舞看。他都不断。可以耶。他走了。今天开到几点哦？十二点吧。因为有人升等了，所以可以睡觉了。不是可以睡觉，可以关台了。私下继续玩。我是想要守睡啊，我也是可以哦。去年守睡到三点就关台了。哎，黄眼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他听到关键字了、啊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又来了。我看见。哎呀，他另外一个脚又爆了。他尾巴死了。我去。只要断尾了没有？快死了！
哎呀，够了够了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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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尼亚，快回来，让他睡觉，让他睡。啊，不错，不想玩了啦。我这边开红，所以不是我。红哎、欸！你趴在树那边也会出事啦，讲真的。是啊，哎呀。哇！宝玉。对啊。只要踏上这个平台，他们就不会睡觉。谢老师，那你给我趴在那个藤蔓上面是不是？所以你那个贝西的枪有比伟王的枪好哦？只有彗星好哦，那也不错，彗星。当然啊，不对耶，白斩的话比较长。对，差很多。嗯。哎，又一个票。Nice。宿命的结局。哎，看剧情喽。啊。好像没结局，好像没剧情。对啊，他就只是结束了，然后一堆人要跟你讲话。还好啦，没有三个人而已啦。加上星辰的、啊，星辰也有吗？有啊，总司令啊，那个退休的总司令。真假的？去看一下。他就是交给他儿子那个总司令。是孙子。哦，是孙子哦。对，我想说你是在。他不是讲即将吗？即将。嘿、欸，我问过他了。真的看过吗？好啦，摸你。摸一个，摸一个。接下来要干嘛嘞？对啊。要干嘛嘞？承接新任务。欸，没有欸，即将没有话要跟我讲。对啊，我也没看到。好像不是一百等欸，是之前就，因为我之前一百等之前回来看他是有话跟我讲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12点了，新年快乐。是是是。
新年快乐！有人打哈欠了。新年快乐。哦，可以分两团了，是不是？要干嘛？我还想打友情票。打。HTT 人呢？我在啊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没有啊。我在调装备啊。调什么？新年快乐，来拜年。好，拜年。Hello。屁股好麻。屁股好麻。怎么了吗？这个也在让你想歪吗？我说麻干嘛？你那个断句断得很诡异的。屁股。哇，这个不穿这么显腻的哦。浴场。以后补要穿这样子补，很亮哦。等一下，还有吗？我想随便接一个哦。哎，不是啊，竟然一百的了，去玩巨魔之地啊！我正在。我需要征求勇士陪我打勇。袁飞，我要他的钢脚。哎、欸，对呢，我也要。我也要。好，满团出，出团。这我只能拿撤甲。啊，拿就撤啊！不要跟他客气啊！撤死他！先确定一下任务好了。你的任务的调查。萤火炎贼，萤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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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我只有，只有一铜一银一金的人飞，有谁？一铜一银啊！我是一铜一银一金啊！我也是啊！很笑、哦。我觉得这两个而已啊。炎啊，对呢，我说我删掉过了。碳水兑回来吗？回来了。来接着，来看看有没有好东西呀、啊。我最好是一金一银二铜。四个人哦。四个人啊。是打你的吧？而、啊、且那个嘞，节操嘞。我的很跟 HT 差不多、啊。好啊。不过我先看一下。刚才猫咪有带调查，跟变充沛。装零件上去，整个外观都改了，有点好笑。这叫铁皮，是、啊。真是铁皮。啥？看一下我这个铁皮要多少？那我钢脚啊，我需要钢脚。是力竭倒下，去吃那个大毅力，不是大毅力啊，去吃那个生命。大毅力还是会被烧死。应该还没有人吃吧？生命保险。
没啊？没。啊，我知我知。撤甲，撤起来。哦呦，突然吃醋。吃了吗？我吃生命保险了。哦，我说你看吃残卷。接了吗？接了。KO 数。猫的医疗数是什么？多看一下。好像是回血回比较快，应该。去。嗯，好 ，OK。哦。哦哇哦！哇，你们都丢包了是不是？对，被丢。好，看到。我听到方向瓦斯很怒。看到先回来。我再回来了，不要打断。几号营地先？一号吗？好，我被丢到一号了。那个营飞到一号了。哎，HTT 你不来吗？有，我在回来的路上，只是我被丢到那个灭剑龙的营地了。快点过来。我再过来了，打热了一点。我吃，我吃。好。哪里啊？哦、等一下，等 HTT 哦。我在，我在这边。对啊，那你们刚直接飞过来找我不就好了？他们刚全部都飞回这边啊，我就跑过来啊。应该给 Nice 补的，拿超重棍，打吧。是我还没做冰原的补士装，还敢不做啊？脚抽筋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！会倒吗？倒了。要八角哦，各位勇者们。
脚，他的脸吗？他的头啊，要破脚。我努力啦、啊。麻烦吗？节操。哦。再一发吧，我猜。起，倒。哇，蛮好背。没差、啊。大运的。我以后拿大锤补好了啦。我回去。好，加一。一号营地跳下来嘛？对啊，一号营地。啊，这。真的，我要带个素娜，配素娜，可以在那个衣装上面装素娜、啊。嗯，然后 要直接穿衣装，可以狂收，也不会占一般的格子。好，我现在的重弩就是这样。我到了。哦，没得撞哦，我去这边，好。哎、欸，按住旁边。报同万岁。没有，你预判他会来这边，可以。可以。行。都到了、啊。走吧，都到了，那是在对面。好，我来对面。可以撞。没有，没有，转化而已。哇！哇！岩浆孔，岩浆孔，岩浆孔，岩浆要爆炸啦！没有，岩浆没爆、啊。哦，原来是我自己在烧、哦，还在撞哎、欸、，Nice， 你可以吗？我去撞的话，我是怕来不及补你们啊。我撞啊。好。转转等于转转。下来了。拉不了，哎、欸，可以。哥，那边能撞可以。那边的墙壁是真的吗？哦，原来那边是那边。没了没了没了，红了红了。我突然说，一下被石头摔下来。要睡吗？好。他现在在火那边。子弹打进去吗？可以可以，看看。好。第二颗。不要乱乱乱藏。烧！我也打两颗了，再加一颗就碎了吧。还一颗。碎了，刚好开大的时候。
怎么屌？nice 可以，你那边撞过去。小心他一醒就太大了。还有还是的。好，讨厌的位置。哇，他的头很尴尬。头的位置真的太好了吧？他的腰力很好哎、欸，只能这样说，他的腰力完美，完美啊！他预判到你那边有东西，看到桶子马上转头。我去拿一下那个爆裂骨。看一下大锤还可以怎么装？耳塞、广域满足感、快刺、最爱骨类。嗯，看破回避性能好。哪一根？这根先。软你头，软你头，软你头！我怀疑燕飞的头不会软。有啊，他有软啊，可是不是、啊、不会破。哦，是不是下一刻要来了？来这边这边。不是一定可以破啊，因为他有一个素材是大钢脚啊、欸。打打打！我在用肉体勾引他。有大钢就是稀有素材。好，我来。说明是力战岩飞才会有的。对，生气了。哦，是哎、欸。我找。哦，我抱歉。打。先帮他吃金城肉干。哎、欸，地雷枪收到，我们防御。等下我被蚊子 gank。哇！好啦，操他！哎、欸，破头了，破头了！真的假的？是吗？破头了，破头！确定，确定，确定破头！哎、欸，不对呢，是翅膀呢。对啊，我看头好好搭。我那个角度以为是头破掉了，结果他转过去才发现翅膀。哦，哎、欸，没有拍到，吓我一跳。我吓到。呼 ，nice 晕 ，nice 不用怕。啊，哦，哦，好好好好好好。我躺一下，好，没事，快挂了。要让他睡吧。为什么你不吃？用锤子补比片手剑不稳呢。哦？还敢打？敢打敢输出？
我是觉得啦，等一下就爆同胞他头了啦，然后撑不动一勾他了啦，不要再玩骨牌了哈。我没带不动衣啊，有人带。我有。可是这边没办法撞吧，要直接开吧。这次是破哪里？他直接倒了。他头破了，对，果然需要爆桶嘛。他需要爆桶的关爱啊，一点催化剂而已。嗯。加一点爱，美好的味道。啊，生气了！你哪里过去啊？啊，白痴哦！啊，生气了！对啊，我生气了。靠北。八段了，范围好猛哦！哇！是啊，尾巴的，水啦，尾巴那边，水啦！哇！谁啊？大了，免费的宝玉。免费宝玉，鸟龙玉，鸟龙玉，刚缴哎，现在才拿到哎、欸，叮，刚缴，没有，我以后补师就穿这样子了。嘟嘟嘟嘟嘟，挖完了，还行，挖到了。哇，谢谢大家，没钢脚。倒数两个古龙大宝玉啊，妈的！没有钢脚，各位。我也没有。请继续。钢脚这么累哦。是。钢脚要多少？我记得青弩也要升啊，青弩要几个钢脚？看一下他的青弩。还要装破坏王。对，装破。啊，还要装破坏王。再看一下有没有破坏王。嗯，那你从几时打？哦，好险，他的青弩不用钢脚，他的青弩要灵脉的骨。素纳，有没有耐冲素纳？哎、欸，耐冲素纳是分开的。还是我苏纳尔，看一下。有这个东西。没有。吼、哦。
嗯，捕获金火龙。好，捕获金火龙是不是？是，我看到那新。我好像有看到我的捕获金火龙，我好像我应该要删掉它吧。开玩笑，谁捕获得了？对啊。好像可以插树，那只是就是不能吃香菇了。啊，不吃菇，哎，好像也还行。对啊。那我先试试看。那这个要换什么好嘞？啊，金之链金票是什么？你塞到？没有，最后结算给我了。哦，不知道，你去炼金阿伯那边看啊。感觉跟会是跟龙轮票是这样。早期逆境皆是投石。我刚刚看到你的钢之炼金术，你也看到是吧？哎，金之炼金，负责用交给炼神秘炼金负责人会有好事。划走。好了，我装，我全部都塞破药王了。好。我把 KO 拔掉了。嗯？那是要交给他吗？神秘的炼金。结石。快吃解放哦！调查好的叔叔，哎呦哎，可以炼金哎，来炼。快吃！哦，他拿来炼金用的。浑身体力珠。一次最多可以练40个，快吃回避好了。哎、欸，你多少快吃3的？我快吃干嘛？快吃结石啊，白痴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有个一金两银一铜的烟杯，可以啊。素纳，我突然找到我苏娜在哪？我在这里。好，插个防御珠。不对，等一下。没有结石，就还是要结石。呜呼呼呼，在干嘛？满足感，结石攻击不要。结石达人，没有。红包拿来。
给我红包啊！谢谢水里。无红包，我也要。结石。可是体术我没有用啊。体术就只是翻滚和跑的时候有用而已。嗯啊。啊，及时回避啊！好了，嗯，从更变装备，亲手吃菇，还叫什么？锤锤吃菇，锤吃菇。我好了，有接吗？等一下，我还没接，抱歉。好，我在那个练级，不是练级啊，正级。为什么长那么奇葩？帅呀、啊，穿这样刚刚赢了哎、欸，超帅哎、欸！你看，又能再穿上这个衣服，真让人开心。好，我来接任务了。我没钱了。你不是钱很多吗？我是说我的身上啊，我的银行里面还很多。哦，给我啊！哎，不是接任务吗？正在接的 Disney。别急。Loading。我到银行提款了。预定死，啊，又是王凯玉，王凯玉又是你，是，就是他的，接了，来了，残缺，能吃啊、喔？我吃了、啊。什么脖子快断掉了？脖子，我的头在他的脖子下面，那个只是假的。你要这样跑步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跑到新城。仇恨交给你了，耶、yeah, ，交给你了。我先吃个御神拳了。哦，痛死了！哎、欸，大家都在吗？一个被丢了，赶快回来，很急，赶快回来。好，哦，换营地。我、哦、怎么还是红的？你没有回归吗？哦，回归啊！进帐篷再出来啊！哦，可以这样啊！你要再进久一点才行，稍微进到里面几秒钟。还有那一冲呢？哦，有了。我来了，来了来了。
啊，这就不能吃那个体力增强的了。哦，要啊，很简解决的。怎么办？那探索也会有古龙哦。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屌吧！现在的环境就是这样子。哼。三步子就出现古龙，成为以前是古龙出现，其他魔物就不会在；现在是古出现，其他魔物照样跟他干。我要什么？有办法。我进来这个地图就知道这里的天。进去之前啊，可以看啊。他会写不明。你是？哦，不明就是有古龙啊。对啊。古龙会让天气变化，所以不明。上吧。不把他引过来吗？把他引过来。引一下，我在找石头。啊，这不是石头，还是不想过来、啊？石头在哪里？我、哦、在这里前面。有没有机会？你现在有机会，八十八，八十八，八。头呢？找到了。下一棒，下一棒！哦，还没。一棒，快一棒！一锤，一锤，又一锤！洗脸！我觉得他会掉，中了。我觉得好没有用哦，你看哦。他的收到数没有非常的那个啊。没有。没有什么用，好，可以放回四姑了。这样又可以自己吃风茄，又可以吃鬼爆大菇，完美。啊，没有中哦。没有。睡吧，他直接开大了，有飞扑，再扑，一直扑，哎，我要死了，请各位熟悉飞扑的动作，不是。他不让我扑，我扑在海，我扑哪里都是火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扑在火上啊。啊？那我刚刚怎么动不了？你一直飞扑的话，不会被火烫啊。啊，行。你要确定你的身体是背对着他，然后一直往墙上扑。你是把我当新手？不是啊，按你们没有扑成功，所以我跟你们讲啊，啊，不然。不成功给我看嘛？好啊，我刚就有成功哦。我来了。要睡吗？我起来了。我来了。我在打棉弹啊，萝卜糕。啊、哦，对不起。你刚有讲，对不起。我讲三次。一直都有讲，你真的很少会去听别人讲话哎。那专心归专心啊！哎，我下来，我下来。好了，我装好了。提成。我是不是少吃了什么？哎、欸，
三盒被拔下来。哦，少喝了热饮，冷饮。好了。下来，有下来下来，很听话。下来下来。刚好给你在一个完美的位置。下来。可恶！不听话，可恶！不听话，打一枪。好。谢谢你。